这样可爱的女朋友你喜欢吗？每天拉着你逛街拍照，摆出各种奇怪的造型，记录美好生活。可这天，男人给女孩打去电话，却一直无人接听。随后，听见手机铃声从柜子里传了出来，冰冷的铁皮柜不断向外渗着血。男人打开门，活泼可爱的女孩竟被人割断了喉咙。凶手故意为女孩换了身 JK 服，向众人发出了赤裸裸的挑衅。时间回到2小时前，女孩躺在床上玩着手机，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口哨声。女孩壮着胆子走下楼，看到一个黑衣人手握尖刀在院子里徘徊。八号躲在角落，悄悄探出头。此时黑衣人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后。八号转过身，发现斗篷下的那张脸竟然是法官柳承旭。另一面。程序在八号的电脑上发现了一张照片，上面是郑云彩、郑允静和加百列的合影。程序发现这个加百列格外眼熟，紧接着一段记忆便闯进了自己的脑海。他想起来了，自己的哥哥柳承勋才是被家里领养的孩子，而哥哥就是幸福福利院里的加百列。得知真相的他冲进哥哥的房间，发现桌子上摆放着5个木雕，每个雕塑的背后都刻上了孩子们的编号。自己的哥哥就是 N11，也是孩子们的领头人。程俊拉开抽屉，里面正是陪审团幸存者的照片。看来哥哥就是小丑杀人案的真凶。程俊跑回家里，质问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起初，女人并不承认哥哥是领养的，后来他们说只是为了维护哥哥的自尊心，避免别人歧视程勋，所以才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。这一切显然说不通，不过现在首要的是找到柳承勋的下落。此时同事打来电话，儿童中心的8号陪审员竟然失踪了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在地上发现了大量血迹。程俊没有声张，他来到警厅总部，调取了哥哥的行车轨迹。哥哥果然开车前往了荒无人烟的地方。程俊按照线路将车子开上了汉拿山，果然在一座别墅里发现了哥哥的车子。走近一看，此时的柳承勋正在埋尸。如果没猜错，坑里的尸体一定就是8号。程俊走上前，疯狂地刨开土层，没想到里面只是一只老鼠的尸体。哥哥说自己开车的时候撞死了一只大耗子，由于于心不忍，就把它埋了。此时8号从别墅里走了出来。半小时前，两人在儿童中心撞见了凶手，对方明显是来暗杀8号的。保险起见，程勋带着8号来到了安全的地方。误会虽然解除了，可程俊根本不买账，毕竟哥哥还藏着一个惊天秘密，他就是福利院里的孩子王加百列。就在几人争论不休的时候，程勋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凶手发来了几张照片，让柳程勋来认领尸体。原来几人只想着保护8号，就忘了女学生尤娜还住在儿童中心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尤娜的血已经被凶手放干了。尸检显示，尤娜死前曾激烈反抗，除此之外，尤娜还凭借顽强的意志在门上留下了一行血书，杀我的凶手是……只可惜这句话还没写完，女孩便失去了年轻的生命。